ESPA 的首场演唱会终于在前人火热的举办啦，人们精心准备了许多特别的演出，相信现场的麦都会毕生难忘吧。在演唱 Girls 的时候， Winter 直接拿起电吉他站上高台，那酷帅的气场瞬间就征服了现场所有的人。那 Karina 也准备了一段 solo 演出，那精心设计的舞台互动更是让人惊艳。那每当不可思议的模样，真的就像是从荧幕中走出来的虚拟人物呢。真的为了演唱会付出了许多努力，希望女孩们这两天的演出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吧。